很高兴，有一段时间没在台中表演，那很高兴，也很久没有看到台中人这么热情，好吧，在今天这个日子，你们真的很棒，谢谢。如果你是今天才认识我们的朋友，再跟你们介绍一次我们这一部。然后我们有发了一张专辑跟一张 EP， 在如果你觉得前面听三首觉得不错，在右边的第一个摊位，就是那个台积博盖馆旁边第一个摊位，那边有我们的商品，然后也有我们的 T 恤、手环。支持一个吧，有闲钱的话。